我这路口都让开啊，要倒了哈。让超过100多公斤的严清标都险些站不住，全因为这股镇澜宫寒流。严清标亲自迎接卢秀燕、韩国瑜，并带头开道，烧虾喊着借过，严清标不停飙汗。我们就去往山的边啊去吼，啊山的边啊又行了，所以短短的差不多60公尺，走了快要20分吼。好不容易挤进正殿，鸣鼓集中隆重的祈福仪式，韩国瑜闭幕参拜12分钟。啊，他挤到那个好像是我们每一年的绕境活动吼，连啊这个。蛮久来都没有那么急哦。严清标被挤到缩着拿香，三人拜完了还出不去，只能绕后门到地下室去吃芋头米粉。严董笑说家常便饭啦，没有特别准备。韩国瑜忙赶行程，吃完匆匆离去。但两人已是多年老友了，严清标对韩国瑜赞誉有加。想的就是他以前哦在立法院问政也很犀利啊。林立胜没有再恭喜对方哦，这一点实在是我要向他学习了。韩国瑜人气旺，走到哪真的挤到哪，连严董都看傻了眼。记者龚玉德、刘若珍 SN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